全票当选。听听唔清楚，唔该。威水，全票当选。香港大把能人。好好，大我好，大我好。系啦，即系睇下俾一个咁嘅位，佢真系辛苦晒，辛苦。早晨，欢迎来到香港人撑香港波时间。咁我系阿咪，咁就今集由于各位嘅兄弟咧，因为就各有各忙嘅关系啦，所以都系以一个分拆录影嘅方式啦去做呢个今集嘅节目噶。咁啊，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就喺度就同大家介绍翻今集嘅内容先啦。最主要都系讲解翻就系咧最后一周嘅真标组嘅联赛嘅情况。咁啊。恭喜傑志啦，就衛冕成功啦。咁啊，亦都嚇，東方龍獅連續兩季喺最後一周就爭奪聯賽失敗。咁就變咗嚟講咧，事後都有啲事情發生咗嘅，就係話前呢個教練兼技術總監李志堅咧，就喺呢個球會嘅東方龍獅嘅。官方 Facebook 入邊咧就宣布咧就係卸除呢個佢嘅教練嘅職務，就保留翻呢個技術總監嘅職嘅。呢度我哋會容後再講啦。咁首先嚟講，我就先將嗰個時間交俾其他嘅手足，咁啊講解翻就係東方龍獅對傑志最後一場波嘅情況，之後翻嚟再講。好，唔該曬咪哥。咁啊，亦都。在我講嘢之前咧，咁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哋入場睇波嘅情況啦。咁啊，當日咧我就揾到我嘅一個嘉賓阿 Tommy 曾嚟接受訪問嘅。咁我哋一起去片先啦。好，香港人撐香港波，有小弟 Billy 同大家一起喺度欣賞呢、這、一個傑志對東方龍獅嘅呢個天王山決戰啦。咁啱啱就傑志以2-0就贏咗東方龍獅而奪得呢個聯賽冠軍啦。咁我想即係同我身邊嘅嘉賓阿、Tommy 一齊去到討論下呢場波啦。Tommy， 你覺得今場波咧有啲乜嘢看點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其實呢場波咁兩隊都踢得比較保守嘅本身，咁但係一住上半場啦，一個阿丹奴嘅啦，即係贏質素啦，一個。破越位的半單刀咁啊，入咗一個1-0啦，2-0啦，下半場都好靚波。成場波我自己覺得總結就係阿李子堅你啲運咧，真係要還咯。呢一場真係一體現大㗎啦。即係成場波東方除咗頭20分鐘咧係有攻勢之外，其餘咧我真係唔知踢緊啲乜嘢。所以其實你覺得如果東方真的要改善的話，你覺得有什麼地方需要改善呢？首先換了個教練，真的要換了個教練。喂，大佬，你自堅那些這樣的戰術，其實是沒有戰術。翻波很 freestyle， 整班都是自己來，但是呢球員谷又谷唔起喎，太又谷唔起。你今日幾多度啊？今日放紀錄36度啊！咁呢啲球員又狀態又好啲，狀態又得谷唔起，射唔好似乏力咁，咁啊死得啦！咁如果下季真係要，我諗下季都要好大換血噶啦。除咗教練啊，同埋啲本地人士都要有個球員選都有好大嘅換血啦。尤其是而家呢班巴西兵真係。我今天數不到誰是表現突出咯，係即係都係要變咗，就話呢些所謂的老退化嘅入籍兵就真的要換走咯。冇錯冇錯，同埋今場波有啲可惜就大家見啲踢到神啦，咁最後出嚟7802人啦。我覺得足總在宣傳上面是有做的，你見到之前有 error 係一啲 error 嘅人啊，啲防護啊都會入嚟，但我覺得。宣傳仲未夠咯，咁究竟呢個係第一可能係天氣太熱啦，定係足總佢嗰個宣傳仲係未夠咧？咁大家都要諗下咯，即係希望即係足總喺下次宣傳咧攞多啲力啦，同埋香港足球你個講書人係你有份主辦㗎，係咯，即係今次。雖然唔成功，但係希望下次如果再有啲咁大型、咁大天王山決戰咁，
落多啲宣傳啦，咁樣先對香港足球有益噶嘛，係咪？好多謝你嘅真知灼見啊！好，咁我哋時間嚟到呢度，我哋翻返去直播室先。好，唔該曬 Tommy 曾，真係佢同我一齊入場睇波嘅。咁啊，亦都當時亦都有我另一個即係做日本波嘅拍檔啊 Kelvin 啦，咁亦都仲有啊 Vincent 都同埋阿 Tim 都同我一齊睇啦。咁啊，嗰陣時其實都因為我就一早買咗飛嘅，咁所以就變咗我就唔使特別喺嗰陣時候就排隊。咁但係其實我見到場外嗰度咧，呢一場截至到東方嘅即係天王山決戰啦，咁啊好多人都係到時先至去到排隊買飛，咁其實喺35-36度嘅情況之下，即係曬住個日頭，你都仲要去繼續堅持排隊買飛咧？呢啲球迷真係我覺得要值得俾啲掌聲佢哋，真係呢一樣嘢其實好可敬嘅，即係香港嘅球迷其實喺即係為咗睇一場好波都即係願意付出呢啲代價，咁係值得欣賞嘅。咁亦都好欣賞嘅就係即係傑志同埋東方兩邊嘅打氣團啦，咁都真係好落力打氣嘅，亦都即係甚至例如話佢由打氣又係佢哋包辦啦，佢哋甚至係自家製一啲嘅短片出嚟做宣傳啦，咁呢啲嘢其實都即係我諗對於幫到個球會嘅宣傳方面係好多嘅。我見到東方嘅會方嘅宣傳片，甚至係有包埋啲球迷。即係一起參與在官方的片段咧，嗱呢樣嘢其實我覺得喺雖然你話喺香港好呢個情況比較特別啲，但我覺得係都幾窩心嘅，真係可以知道啊，原來啲球迷都願意一起同個會方一起成為會方嘅第12人，咁呢樣嘢我覺得係值得一讚嘅。咁啊，不過喺場外咧見到一個好怪嘅情況就係咧，即係其實香港大球場咧係有紀念品嘅鋪位嘅。不過可惜咧，我見到嗰日嘅紀念品鋪位其實係冇開門嘅，於是搞到東方龍獅同埋傑志兩隊嘅球隊都係要臨時架設一啲嘅 booth 嚟到去售賣佢哋自己球會嘅產品。咁其實呢樣嘢我都係幾唔窩禮嘅，真係老實講呢啲事情，喂，就算你免租都放俾佢哋去開鋪嚟到去賣佢哋嘅 product 好過啦。老實講，即係呢啲嘢其實。好呢啲好細微細眼嘢安排得唔好，其實係足以影響香港人對香港足球嗰個觀感啊！即係呢啲細節位其實可以再做到好啲嘅，甚至例如話好似足總嘅宣傳方面，係我幾欣賞佢即係例如話派飛，即係送俾一啲 KOL 啊，甚至送俾阿保奇啊咁即係後屘我聽翻保奇最終冇嚟到啦，咁但係個問題其實最終你話佢借住呢樣嘢嚟到。借助嗰啲 KOL 或者啲明星嘅效應嚟到去喺個社交平台度宣傳呢一場波嚟講咧，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嘅做法嚟嘅。不過我覺得係做得唔夠，因為其實老實講你會知道其實呢一場波都係會好觸目噶啦。咁呢一種情況之下，就算個即係最終爭標組踢成點都好，其實你都應該係落力去到宣傳呢一場波噶啦。照計就咁，你冇理由會淨係局限喺呢啲咁嘅社交平台宣傳，雖然喺你話社交平台宣傳要做到好大嘅效果，其實可能唔係好難，但係未夠啊！因為有好多人如果係冇乜接觸社交平台，或者唔係咁得閒接觸社交平台嗰啲嘅話咧，咁對佢嚟講就冇用噶啦。咁反而我覺得會唔會係試下有一啲新嘅兼職嘢，例如話好似租一架嗰啲宣傳車出嚟，去到即係周圍全港九各區去到巡遊，去到宣傳呢一場波咧。又或者我都明白，即係喺呢一個情況，即係疫情當下，去到即係搞 booth 係有啲困難嘅。但係會唔會係話有啲方法，例如話可能喺銅鑼灣附近嘅一啲小商店度，去到貼啲海報嚟到去宣傳下咁樣咧？我相信好多小商户，即係例如話。你問佢肯唔肯幫手貼下一張海報嘅，我諗佢哋都係會肯嘅。其實，即係呢啲嘢其實可唔可以做下喺銅鑼灣附近揾啲小店去宣傳下得唔得咧？即係呢啲嘢其實係可以做嘅。即係其實我覺得你話而家谷到嘅人數係7802人咧，算係 OK 啦。但係我覺得仲係未夠嘅，即係可以再做多好多嘢係做好啲，即係谷到去10000嘅。即係嗱，就算 OK， 而家呢個 moment 做唔到嘅。會唔會下年我哋都以
即一啲比較重要嘅賽事以一萬人為目標得唔得咧？即呢啲嘢可以諗下，即希望即足總喺呢件事上唔好再墨守成規啦，真係可以進取啲嘅，試下以 target 為一萬人為目標得唔得咧？呢啲咁重要嘅賽事，即嗱呢啲嘢可以我希望即球迷都可以多啲喺我呢一集嘅節目度留下言，即獻下計俾足總，睇下佢哋班人可唔可以做到一啲可行嘅方法啦。咁啊，相反我見到其實兩支球會，即東方龍獅同傑志真係喺個宣傳嗰方面咧，都拍咗好多片，同埋做咗好多訪問，擺喺佢哋嘅社交平台上面，呢個係要讚嘅。咁當然我都覺得真係佢哋都叫做盡咗佢哋最大嘅努力去到做宣傳啦。咁我覺得咁好啦，咁啊講翻場波先啦。咁啊，傑志就擺一個4-4-2嘅陣容啦。咁啊，首先就係今場咧，首籠就用呢個保羅啦。咁跟住由幼稚咗就羅伯圖、朴俊景、阿里奧同埋丹尼組成嘅一個都超過150咧？我都唔知係咪啊，150歲嘅一個後防陣容啦。咁而跟住咧中場方面啦，咁啊由幼稚咗賓幾文啦、巴爾拿啦、基爾頓同埋何振廷嘅。咁啊跟住而雙箭頭就係安永佳同埋丹恩奴域就打呢個雙箭頭啦，咁啊就組成呢個4-4-2陣式啦。咁啊東方龍獅方面咧，咁就守門員係葉鴻輝啦，咁啊而幼稚咗嘅防線就係傻邦啦、基頓啦、馮慶華同埋黃子豪嘅。咁啊中場方面兩個防中啦，迪高同埋道道啦，新組就打個攻中啦，跟住就係林恩許打由易費蘭到打左翼同埋盧卡斯打就箭頭嘅。咁啊，應該都係介乎呢個4-5-1至到4-3-3嘅一個陣式啦。咁啊，喺開波初段嗰20分鐘嚟嘅咧，我同意阿Tommy曾所講嘅。咁啊，頭嗰20分鐘，東方嗰個攻勢都幾多嘅，尤其是因為傑志未站穩陣腳嘅時候咧，即係都有一啲失誤出現咗啦。尤其是即係巴爾拿嘅一個失誤都幾明顯嘅。咁喺後場猜唔定個波，結果俾盧卡斯偷到雞，咁啊！但係好可惜，最終個埋門都係即係唔入啦。咁啊，亦都俾布羅撲咗出底線。咁啊，角球再開，其實都費蘭道中路起腳，亦都係無功而還嘅。跟住之後咧，其實頭嗰下咧10-20分鐘到咧，其實費蘭道都有3-2下都搞到啊羅伯圖係即係。是經常地係失位俾佢突破到，然後佢起到個傳中嘅，咁好可惜啦，真係都係個埋門把握方面都係爭啲。咁去到新組甚至有呢個反擊嘅機會啦，去到16分鐘，咁都係每下每下，但係最終都係始終因為你都知新組嘅屬性都係每下每下嘅，咁最終俾3個人圍攻嘅情況之下，咁你真係冇肉食，咁啊都正常啦，咁啊。咁但係其實今場嚟講咧，我覺得廿分鐘之後嘅東方會點咧，係相對嚟講冇貨買嘅，即係好多攻勢都係組織得唔係咁好啦。尤其是新組好多時去到下半場更加嚴重嘅一樣嘢就係話咧，好多時嗰啲傳送或者射門嗰個 decision making 係好慢嘅，即係尤其是當下半場即係當傑志個優勢係擴大到好明顯嘅時候咧，70分鐘入咗第二球之後咧，更加令到係新組係好多嘅波係去到第五、第六下時間先決定俾或者射，咁見到好多時去到佢未決定到件事，都已經被人偷咗個波，咁下半場係頻頻做呢一個攻勢嘅 terminator， 咁呢樣嘢新組係其中一個係令到東方入波嘅效率唔高嘅一個原因啦。咁另一方面就係基頓啦，基頓好多下嘅犯規啊，甚至係嗰啲防守上嘅嘢，其實都係好甩碌嘅。即係嗱，我數下啦，28分鐘幾個 late tackle 其實都幾肉酸嘅。不過好彩佢冇牌嘅，但係其實如果呢個咁嘅勢咁肉酸咧，對於某啲球證嚟講，真係俾有牌都唔奇嘅。咁啊，甚至你話基頓好多時喺嗰個防守方面，其實嗱失嘅第一個波，即係去到45分鐘，即係頭上半場45分鐘補時階段啦。咁其實基頓咧係唔知走咗去邊嘅喎。當東方嗰啲球員壓曬上去，準備想自由球嘅時候，咁當保羅撲出嗰下啦，咁傑志嘅球員策動反擊啦，咁傑志嘅巴爾拿即係用
大腳掘上去俾阿丹恩奴，丹恩奴其實嗰陣時已經突破咗越位，咁丹恩奴域嗰陣時單對單面對嘅就係啱啱追得佢切嘅索邦㗎咋，其他嘅人係未翻到㗎，甚至係基頓都未翻到嗰陣時，跟住咧係索邦喺佢前面喺度仰嚟仰去，已經係阻住阿丹恩奴域嘅射門，但係最終都係敵唔過丹恩奴域嘅。嘅嗰個埋門嗰個鋭利嘅程度，咁結果最終就一射破網就一比零。咁而嗰陣時基頓企咗邊咧？基頓啱啱翻得切嚟嗰時咧，咁佢亦以為丹恩奴域會俾橫俾隊友去到射門，點知原來佢預判錯誤，咁結果就基頓就冇翻嚟去幫阿索邦去到協防，咁結果失嘅第一球波就係咁樣啦。咁所以好明顯基頓呢一球波其實都。唔可以話佢冇責任嘅，咁當然你話索邦嘅責任係咪最大呢？我唔可以否定呢個講法，不過問題係佢已經單對單面對單人奴域，已經即係叫做咩都做齊嘅啦，已經係俾到你盡嘅啦。咁我覺得都叫做情有可原啦。以索邦嘅拼勁嘅去到咁盡，都已經算係咁嘅啦。咁跟住去到下半場嘅時候咧，其實見到下半場咧。嗰、那個攻勢其實都好急嘅，即係東方好多時就係，即係心態上係越急就越亂，即係越攻就越好似冇方咁樣，即係結果好多波係去到真係去到埋門嗰下就真係擠極都唔入。好啦，同埋其實即使例如話好似阿費蘭道嗰啲都好努力啦，又或者係好多球員都係好肯去到。後腳後面大腳掘上去嘅時候，咁但係其實最終盧卡斯又把握唔到機會啦。新組有好多時因為交失波而成為呢個攻勢 terminator 啦。咁喺呢幾大攻擊球員都發揮唔到應有水準情況之下咧，其實東方嘅攻勢係去到下半場係幾乎係冇，即係幾乎冇乜係一個似樣嘅埋門咯。甚至你諗下，因為尤其是當傑志去到56分鐘禁制，將何振廷換走換阿 Sean 出嚟，即係謝家強出嚟嘅時候咧，更加係令到即係嗰個中場嘅防守係相對嚟講更加穩定咗。咁所以變咗佢前面嗰啲球員更加放膽進攻，而喺呢個時候去到60分鐘嘅時候，即係嗰啲換人調動，傑志就真係換得啱人嘅，即係換翻阿陳俊一出嚟啦。咁即係因為安永佳咧，如果你話要佢挨邊少少嚟踢咧，就唔係好慣佢。即係佢因為其實傑志喺成場波嘅進程嚟講咧，安永佳越挨越邊嘅。咁但係其實個效果就唔係咁理想嘅。咁所以佢換陳俊一出嚟咧，加強翻邊線，即係個邊線適應能力比較強啲嘅陳俊一嚟講咧，我覺得係一個好嘅做法。加上你擺右邊係擺阿加維蘭出嚟，而換走阿賓記文咧，咁啊更加加維蘭你都知佢用波好啊嘛。亦都有速度啊嘛，有埋門啊嘛，咁所以其實都係可以幫到丹恩奴域可以去到開山劈石，即係然後就交到腳靚波去到俾丹恩奴域埋齋，咁而所以去到70分鐘第二球波咪就係咁樣嚟咯。咁而好啦，但係當時阿堅叔咧，即係東方雄獅嘅主教練堅叔咧，咁啊即係李志堅咧，即係喺呢個時候去到61分鐘先至換走呢一個王子同埋傻波。即係抽起兩隻閘，然後就抌阿鍾偉強同埋阿華頓落嚟，咁嚟到佢想加強攻勢，咁啊即係而家佢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佢就諗住將收一個後防球員，然後嚟又打三中堅，將阿道道褪翻嚟中堅咧，咁然後將鍾偉強同埋阿華頓就打兩個翼位咁樣做法啦，又或者係將阿費蘭道拉落去打翼位咁樣做法啦。咁但係其實呢個我覺得個效果唔係咁大嘅，因為始終。又係呢、這個又同樣嘅問題啦。新組好多時其實佢要墮後嚟攞波，已經對佢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啦。咁你話新組最佳嘅位置係咩？梗係當然係擺佢喺最前嚟到埋門係最理想㗎啦。咁但係個問題即係始終如果唔係靠新組做波，咁盧卡斯又唔係一個識做波嘅球員，咁所以變咗東方雄獅喺呢樣嘅情況之下咧，就真係冇一個好有創造力嘅。嘅一個球員去幫手，咁而當時真係唯一叫做喺中場可以做到創造力嘅利馬又缺陣啦，咁啊亦都出唔到啦，咁所以變咗喺呢件事嚟講咧，東方你話調動嗰方面咧，我又覺得唔係太多空間嘅，咁但係
我比較唔滿意就係、是、其實你本身呢度係有五個換人名額嘅時候，咁你係咪其實係可以多啲空間去到即係換人咧，而唔係淨係換三個人就算數咧？咁好啦，我當你去到之後，去到之後73分鐘啦，你換走費蘭道爾，換阿王威出嚟，去諗住加強嗰個死球嗰個助攻嗰方面，但係其實我覺得都係冇用。咁最終呢一場波嘅2-0嘅勝局係點樣奠定嘅咧？當加維蘭去到接應隊友逼甩咗東方新組個波嘅時候，咁於是就自己推波殺埋入禁區，咁結果就交咗球靚波俾阿丹一奴域，有機可乘嘅射成2-0。咁結果即係就丹一奴域就包辦咗呢一場波兩個嘅奠定性嘅入球啦。咁最終即係傑志都係以呢一個2-0完場，咁就真係可以捧到呢一個超級聯賽嘅冠軍嘅獎杯啦。咁喺呢一度首先恭喜傑志先啦。咁其實傑志個調度方面，我覺得係相對嚟講比較得意嘅。咁所以咧其實喺呢一方面，同埋佢本身因為始終有陣中嗰啲球員嗰個年齡上都係相對比較後生啲啦。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即係傑志其中一個成功嘅關鍵啦。好啦，咁最終東方龍獅喺連續兩屆失落呢個聯賽冠軍之後咧，咁最終東方龍獅就作出一個人事嘅變動啦。咁我呢個時間就交翻俾阿咪哥去到同大家剖析一下啦。好，唔該曬 Billy 先啊，咁就好啦，翻到嚟我嘅時間啦。咁當然我就會喺呢一度咧，就同大家分析翻就係話。好啦，即係李志堅卸任呢個東方龍獅主教練一職嘅情況啦。咁首先嚟講咧，就大家球迷對於李志堅教練一個嘅觀感啦，即係或者個執教特點啦，就有最主要有三點啦。OK， 第一點就係用人為堅啦，即係話本身嚟講，如果你唔係李志堅馬房嘅人咧，基本上係唔會受到重用或者甚至乎起用嘅情況嘅。有咩唔明白？你請你睇睇，大家睇一睇翻呢個胡俊銘或者係劉學銘嘅遭遇啦。咁第二嚟講咧，就係中意草印花。咁所以草印花嘅意思就係話咩咧？每一場波都唔會用盡曬所有嘅換人名額嘅，唔知點解啊？即係佢覺得即係嗰啲球員唔適合即係調入場內去作戰啦、啊、咁樣。咁呢樣嘢我都唔係太即係咁多年以嚟，其實呢一樣嘢我都係都費解嘅。咁第三個特點就係話中意揾一個外援咧做自動波，咁所以自動波就係話由嗰個外援啦去到做一個第一點策動嘅。咁早年咧喺奧迪嘅時間就費蘭道啦，咁和富大埔嘅年代就有呢個伊高沙托尼啦，咁東方龍獅嘅年代就嘗試用過艾華頓啦咁樣。咁其實呢個三大特點咧，就某程度上真係累死佢嘅，即係要知道就係話，如果用呢個講法嚟講咧，就好用一個小簡單嘅字眼講啦。不思進取啦，即係本身嚟講，佢用嚟用去，佢都係佢馬房嘅人。咁好處就係話，佢熟悉嗰批嘅球員，咁變咗喺個打法上面，咪可以即係用翻呢一堆嘅球員去砌翻一套 form 出嚟咯。但係個唔好處就係咩咧？你嘅 form 就係得咁多。咁變咗嚟講，再加上就係話有個別嘅球員，由於唔係佢馬房嘅人啦，咁而偏偏佢馬房嘅人入邊咧。個別嘅球員咧嘅表現又實在太突出嘅，即係突出到咧，即係場場啊，即係啲球迷就問候佢八友嗰啲啦。咁例如話艾華杜啦、利馬啦，甚至乎基頓啦，呢啲所謂得寵嘅球員，其實基本上喺球場嘅作用咧係負數。我想講係負數，利馬就係喺中場邊拖死個波啦，艾華頓同。大華道同埋基頓就輪流喺呢個後防中路度八口炸啦，咁啊兩大活火山咁嘅情況，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即係大家對於即係東方龍獅不得不承認嘅就係佢投資嘅班費咧係勁嘅，揾咗好多好嘅球員喺度，即係尤其即係好坦白講，對比傑志
而家呢一批球員咧，即係撇開咗丹讚奴域同埋巴爾亞啲外援唔好計啦。如果以華人嘅人腳同埋外援嘅人腳嚟講咧，其實東方龍獅唔係一就二噶啦，但係偏偏連續兩季喺最後一場、最後一賽季嘅最後一場同聯賽冠軍失諸交臂，咁呢一鑊嘢，我覺得梅開二度，李志堅就真係責無旁貸啦。其實某程度上喺和富大埔攞聯賽冠軍嗰年，某程度上都係楊正光幫佢抬橋嘅啫。好坦白講，唔係楊正光戇居居贏緊波，睇下先，贏阿叔，輸又谷唔到咁，咁咪啊造就咗李志堅嚇稱王咯咁樣。但係本身嚟講都唔係話特別靠李志堅好突出嘅帶領能力嘅啫。好啦，咁啊嚟緊咧就會盧比道咧就正式啦係暫任呢個主教練一職啦，咁啊李志堅就會係保留翻呢個技術總監嘅職位。咁我自己咁睇啦，之前嚟講有傳聞就係話某個教練嚇，即係我自己有理由相信李志堅嘅，就係話意圖帶兵去轉投李文，咁啊但係就俾呢個李文嗰邊嘅高層李文恩就否認咗，係否決咗添啦，甚至乎因為李文本身都唔即係球員嘅數量都唔係少啦。其次嚟講就係話，要知道就係李志堅旗下嗰班嘅所謂堅家軍咧，即係唔經唔覺已經係去到一個三十而立之年嘅，即係全部唔係即係唔係有三十就過三十就已經係去到28、29都。到問嘅時間嚟啦，咁變咗嚟講咧，即係話可見到個上升幅度咧係冇，即係好不幸地想同你講係冇嘅，即係好講得俗啲，見曬底。而李志堅條方亦都係見曬底，佢條方係乜嘢啫？咪就係邊路入邊揾一個突破力嘅球員去到做策動，然之後啊，即係兩翼傳中咁樣去擁俾阿盧中間個大舊佬，通都係盧卡斯噶啦，咁啊去到即係。製造埋換機會啦！以前嚟講啦，咁啊和富大埔同埋東方龍獅就盧卡斯啦咁樣。咁其佢套方就好簡單嘅。咁喺香港嚟講，其實係夠用嘅，但係就係話喺嗰個戰術嘅層面上面，嗰、那個素養都好典型香港波啦。我只能咁講，佢曾經即係喺呢個和富大埔嘅時間是玩過一個352的，即是比我們以前來說我們叫他雲哥堅，不是流的，因為他是嘗試過去玩這件事。但是你要明白，一套方你玩得久了你又不變通，那人家看穿你的嘛。但是人家看穿了你套方的時候，原來你自己都沒有其他的方案的，你永遠的換人都是在於就是委換位，通常那套方就很簡單，利馬踢得不好收起他換王威， OK， 那就係咁樣，即係永遠唔會太有太多嘅變動喺度，即係所以變咗嚟講呢一樣嘢，即係不思進取咧，就係、是、其實好多香港教練都係咁，即係好習慣委換位，佢唔會話好有一種好破釜沉舟嘅決心嘅。即係舉個例，好簡單嘅啫，我舉個例好簡單嘅啫，大家明白就得㗎啦。如果有咩事，有咩喜事上嚟打燒味嘅，你咪擁曬艾華道啊！同埋基頓上去咁打多兩條柱去擁咯，但你自己冇諗嘅喎，但球迷諗到呢樣嘢，即係我會覺得好犀利咯。咁樣即係仲可以保留呢個技術總監嘅職務，咁你冇 form 嘅喎，你套 form 就咁多，你套 form 就咁多，咁點會有進步咧？試問係咪先？咁啊，本身嚟講，東方龍獅嗰批外援，因為主力都係你自己揾翻嚟嘅，咁就再加少少，例如話即係迪高啊。嗰啲啦，咁其實我會覺得某程度上連續兩季林美香埋滿一個同聯賽冠軍失諸交臂嘅時間咧，我覺得東方龍獅應該係要做出一啲嘅改革嘅。但係如果盧比道揸住呢班人，揸住呢班嘅外援，其實佢可以變到嘅都唔係太多。雖則嚇，即係個別嘅球員都係由傑志來投嘅，例如話即係費蘭道啦、新祖啦、林恩許啊、盧卡斯呢啲啦。即係我相信盧卡斯盧比道係熟嘅，盧比道係熟路嘅，但係就係話
在個變化上面可以做到多少個調整，如果用這個人腳去做的時間，我相信都很有限。還有接下來都港超都會下一季預期都是軍備競賽的時間，即是李文都講到明，就是說在外邊找一些高質的外援來的時間，東方龍獅這批的外援真的即不怕得罪講句啦，年紀的慢慢已經漸長，咁本身嚟講有個別嘅外援，甚至乎係同個廢字掛鈎嘅，即係老弱殘廢差唔多齊曬嘅時間，係咪可以考慮即係做翻啲改革咧？咁樣咁呢樣嘢係我即係我自己會 forecast 去見到嘅一樣嘢嚟嘅。咁啊，華人班底嗰度，因為都講到就係話，好啦，兼家軍班嘅華人球員其實都已經去到二立之年啦，三十就嚟都見三張，但係他們的可上升的空間見曬，甚至乎是個別球員有退下來的跡象，即是譬如說馮慶華這些，因為傷得太多，那啊谷計谷不起。梁冠聰就是本身真的開越來越慢了，個轉身速轉身和速率的時間。那還有那些其他的，例如即是新組，你新組約了滿，那啊最近宣布退出香港隊，因為有約滿的關係啦，但我又看不到新組去到東方打那個十號位的角色可以打到當年黃大仙的水準。費蘭道大傷完了，接下來遲早35歲的時間還有多少貨可以給到你呢？盧卡斯身形越來越大份了，但是衝刺力又開始減低了，也都很容易被人裝越位。咁啊，其他啲咩利馬啊、艾華道啊、基頓嗰啲，我不屑一提添啦。即係呢幾個，即係我覺得係重點要肅清嘅對象嚟添嘅。咁所以嚟講，以而家東方嗰、那個東方龍獅嘅人腳嚟講，有可用嘅、可以重用嘅球員，其實真係唔多。即係 QA 手可以重用嘅，鍾偉強啦、林恩許啦，啊。哇！翹起艾華頓啦、啊，我翹起手都好惡數，真係唔係講笑。即係如果你係有心嘅，真係收翻胡俊明、收翻劉學明自用嘅話，我覺得都會係值得重用嘅球員嚟嘅。咁就變咗嚟講，即係話嚟緊，如果喺嗰個人腳上邊唔去大幅度去調整嘅話咧，其實東方雄獅嗰、那個。可以變的可以做的變數都不多。咁曾幾何時，司徒文俊嘗試過用即係嚇打個地面推進的慢速地面推進的打法，結果就成功失敗啦。咁變咗嚟講，即係話，如果路比道係真的要行呢一套嘅，喺呢班球員嚟講，會唔會行得通呢？我自己就心存問號嘅。咁啊，其次嚟講都預期得到，就係話東方龍獅喺個外援上面其實都真係要進一步加強噶啦，因為始終嚟講軍備競賽時間，你唔能夠繼續即係只能夠用翻李子堅所引入嘅外援，即係李子堅嘅班底嘅外援去同其他列強去競爭啦。咁啊，三內嚟講就係話嗰批李子堅班底嘅華人球員都真係開始呈老化跡象，咁變咗嚟講可以預期得到，譬如話外借咗出去嘅，譬如話余子南呢啲。我希望啦，我真心希望是會受到重用啦，即係譬如話馬希偉啊、王力威啊呢一啲，其實我覺得是有作為的球員。奧利華呢，全部都是有作為的球員，即係希望可以佢即係用翻多啲啦，係啦。咁就至於李志堅，你話升任呢個技術總監職咧，其實我諗。好好睇睇嘅啫，大家要睇翻歷史，喺東方龍獅做呢個技術總監之後嗰個下場係點，咪就係喺呢個位不而終咯，最後咪黯然下台咯，冇人會記得你嘅，所以變咗呢一樣嘢就真係啊，球迷拭目以待。即係當然呢一樣嘢係，我覺得東方龍獅累積落嚟不思進取所導致嘅一個境況啦，咁啊真係需要去改革先。嚟緊嘅時間，你如果真係繼續要同傑志爭一日之長短嘅，我覺得呢個嘅改革絕
對係一個好嘅時間。不過就係話，究竟我，但我而家因為到現時為止，我都球會都仲未公布話盧比度會有自己嘅班底啦。咁所以變咗而家，所以可講嘅就好難，只係按照翻而家你自己大隊嘅時間可以用嘅球員去做翻個分析嘅啫。咁就所以而家環顧翻嗰個情況嚟講，東方龍獅，我覺得悲喜參半啦，即係有一定程度嘅憂慮嘅，但係喜嘅就係球迷可以樂於見到個改革，但係個改革成唔成功就真係要睇翻盧比杜功力啦。咁不過就翻我自己以往觀感嚟講咧，其實盧比杜喺傑志嘅年代後期，其實都已經好多時係喺場邊嗰度做指揮個工作噶啦。即係某程度上嚟講，當其時朱志光已經係放咗權俾阿盧比杜去發揮嘅啦。咁所以我唔係太擔心盧比杜嗰個臨場指揮嘅能力，只係話嗰個陣式上面點樣去調整，或者人腳上面點樣去調整咧。咁啊，有一樣嘢嗱，好關鍵啊，即係李志堅作為技術總監呢個位，佢有冇權去干預或者參與球隊嘅即係引入新球員嘅情況咧？呢樣嘢就好關鍵，因為如果佢作為技術總監，如果喺呢一個位置嗰度喺度阿茲阿佐嘅，其實幫唔到啲乜嘢。所以其實我自己見到呢單新聞嘅時候，我自己都覺得 shocking 嘅就係、是。你其實反而調翻轉咗，你應該保留翻佢教練職務，但係你係需要解除佢個技術總監嗰個嘅職務之爭嘅。咁之後變咗球會引入球員，你由你自己應該係由你自己去揸住球會引入球員去到做調動。如果你唔 like 你先走咁樣，咁係啦，即係變咗我自己覺得臨。即係連續兩季臨門一腳失豬交俾嘅時間，其實真係好難同高層交代嘅。咁啊，再者講開呢一樣嘢咧，咁其實都有件舊事都值得同大家講下，就係、是、某一隊波而家唔喺香港啦，嗰隊波 OK 即係冇咗噶啦。咁咧嗰隊波其實曾經嚇係、有金主係想入主嗰隊波，而令到嗰支球隊可以繼續玩嘅，但係。個金主講到明就係話批貨我可以要，但個 agent 我一定唔要。咁嗱呢番説話，咁你球迷請自己嚇，即係從中去領略究竟邊個係 agent， 邊個係批貨啦。OK， 咁但係孤論點都，但係而家還見翻而家嘅情況，個別離開咗李志堅體系嘅球員，其實已經係闖出一片天嘅。例如話陳俊樂，例如話梁樂恆。例如話陳兆君呢三個都曾經係李志堅旗下球員嚟㗎，咁而家咪就係喺自己所屬球嗰邊有自己亮麗嘅發揮空間咯。即係王威曾幾何時都有呢個諗法，但係奈何就係佢由於太過軟弱嘅關係，咁即係我指佢唔係話個人唔係軟弱啊，而係話本身可能個對抗性比較差嘅關係，咁所以變咗嚟講先至無奈。繼續在你自己的體系發展，但是我會鼓勵現在真的見曬頂的堅膠筋的華人成員或者外援球員，如果可以的試一下想一下真的去其他球會看看有沒有更多的空間去發揮，否則的話其實在你自己的體系之下其實都只會是一個糖水滾糖的情況，你的球員生涯就一世噶啦 ，OK， 咁就我呢度講住咁多先啦。咁啊，順帶一提就係香港隊，因為阿森祖同埋費蘭道就退咗隊啦。咁變咗喺錄影嘅呢刻嚟講，就冇特別嘅公佈話究竟邊啲球員咧係會取而代之嘅。咁但係我自己會覺得對呢個西亞球會嚟講，新組我覺得真係多餘啦，因為又冇對抗性，速率又唔係高。亦都冇咁西亞，亦都冇咁多空間可以俾你喺度撚嚟撚去啦。咁啊，費蘭道嚟講，其實同樣嘅情況，因為西亞球隊始終個逼搶係比較犀利嘅，除非你真你有好大空間去到上腳，去到推進，先至會有嗰個效果。但係問題就係，始終你都費蘭道年事都已高嘅時間，係咪西亞球隊係咪真係可以咁易有空間俾你去發揮咧？
咁變咗，我會覺得呢兩個球員今次去香港隊，我唔覺得可惜嘅，尤其是新組，真係唔覺得可惜嘅。咁就希望如果可以嘅話，揾翻一啲比較後生嘅球員嚟，話魚子南嗰啲，因為好坦白講，對住西亞球隊，香港隊勝而家香港隊嘅勝算真係唔高噶啦。咁就希望可以俾多啲後生球員去落到場，攞下經驗，咁啊感受一下啦，係啦。好啦，咁啊當然啦，我呢個 session 完咗就唔等於成個節目完嘅，因為都仲有其他兄弟，咁我就先行告退先啦。好，唔該曬米哥。咁啊嚟緊，其實我哋球迷直播室啦，喺歐國杯都會有一連串嘅錄播同埋直播嘅節目嘅。咁啊，當然啦，我哋詳細嘅安排亦都會有待同大家交代嘅。咁啊，到時希望大家繼續密切留意我哋嘅最新嘅動向啦。咁我記得加入我哋群組啦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 啦，咁 follow 我哋 IG 啦，同埋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嘅。咁啊，亦都其實我哋球迷直播室嘅手足阿 Gary 咧，咁亦都開咗個知足球樂嘅 MeWe Group 啦，同埋呢一個球迷直播室嘅專業 MeWe 專業嘅，咁啊都歡迎大家喺呢個知足球樂嘅群組度，其實都可以同我哋啲主持人啊，同埋好多嘅球迷都一齊喺度吹下水都得嘅。咁其實真係有個 chat room 喺度，即係都我見都幾踴躍嘅，即係大家都好即係都傾得都好多，即係例如好多心水貼士啊嗰啲都會同大家分享嘅。咁啊，希望大家做齊CLSS， 咁啊，真係多謝大家支持啦！咁我哋今集嘅時間就嚟到呢度啦，我哋下次節目再同大家見面，拜拜。